你可能看到过这样的，或者这样的，把两块磁铁靠近水杯就能形成水龙卷。其实他们都是在故弄玄虚，手拿的两块磁铁根本没有用。那水中龙卷风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？我们准备一杯水，两极电池，把水杯架起来，再准备一个小风扇，两段磁铁，一段磁铁用胶水粘在风扇上，另一段磁铁放水里，隔着水杯把两段磁铁吸在一起，然后给小风扇连上电。慢慢分开两段磁铁，风扇上的磁铁转动，带动水中的磁铁转动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欣赏水中龙卷风了。让我再轻轻对你唱，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，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，在每个寂静的夜里，我回想那些关于你的爱恨情长。我也想能够把你照亮，在你的生命中留下阳光。